Hello to my Matthew，好，今日系10月12日，星期四，就上个星期六啦，即系唔系今个星期日啦。其实上个星期六晚都开始慢慢大雨噶啦，咁之后就打又睇新闻各样嘢，或者都记得啦。咁啊，上个星期其实星期三四度已经开始系一号风球啦，咁然之后就3号风球咗2日，咁然之后就今个星期就爆风球啦。咁最高嘅時候去到星期日嘅晚上咧，就係9號風球啊！9號風球咗5個鐘到，係啦。有嗰幾日基本上咧，我嗰日我基本上係冇出街嘅，都留喺屋企噶啦。正常咁，如果刮好大風嘅時候，我嗱唔係嘅，因為有人係會落去探險，即係測試下嗰個風力有幾強。即係一個冒險嘅精神，咁我都係覺得 OK 嘅。咁但係不過我就自己，我嗰日就冇落街啦。咁就喺屋企做啲打下機啊，咁就仲有啲消閒性嘅活動啊，玩下 pair 牌啊，即係打風例牌室內會做嘅嘢啦，都有做到。咁而呢幾日都冇咩落街啦，暫時即係琴日落咗去，今日去。買去咗便利店買咗少少嘢咁啦，因為而家都係啦，近期加上我冇咩做，咁又而家係啦，都係準備一係讀完，而家都差不多讀完書，然之後而家就揾緊工啦，而家揾緊工咁，所以就喺屋企休息下啦，暫時，同埋近期都而家疫情都有少少反彈啦，咁就嗰、那個。新冠嘅高峰期咧，咁將會我諗下2個星期或者下個月頭開始會慢慢厲害翻，所以近期都少啲落街啦。不過就如果去街戴唔戴口罩就都係個人選擇嚟嘅，係啦，都暫時唔需要太擔心啦。不過都繼續做好一啲基本嘅衞生措施啦，例如多啲洗手啦，咁多啲洗手，咁就食多啲維他命 C 嘅食品。補充多啲水分，係啦。戴唔戴口罩就咁啊，最好當然就係都戴翻口罩啦。不過咁就可以戴翻口罩，可以保護啲菌。不過唔戴都 OK 嘅。如果打適應咗係唔戴口罩嘅，都可以唔戴嘅。反而有一個唔戴口罩係一個天然嘅免疫能力啊，係啦。喺而家呢幾個月係啦。好，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